The Plan 又到了上次来的地方，今天天气非常之晴朗，下午不知道会不会有雷阵雨。上礼拜是确定是有云啦，就是下雨的那种。然后 My partner 今天有个 partner， 今天的 partner 是我认识十几年的老战友，我们又出来放风了。哎呀，现在还没到我们要去玩的地方，至于这边是哪边，其实我想了想，我还是不要公开这些地点好了，因为这些地点它的原始生态都还不错。那若只说只是想要来参观造访，我觉得自己去找就好了。我只能说在台中啊。OK， 这就是入口处，那等等还要再往上跑。上礼拜在这边卡住飙车，于是很激发的我们今天换了巧克力台。上礼拜比较难骑啊，这礼拜看应该是有人已经走过了，因为它这个坡度的话，大概对，就是耸高的，有没有我的手？假设这样叫水平，哎呦，我的车在滑动。假设这样叫水平的话，我的手这样叫水平。它这样往上翘，哦，这样刚好是这个角度，有点白痴的形状。对，那大概就是45度左右。巧克力胎，上啊上啊！
边。哎，这样就还好啊，等一下就下去啦。折腾之后，头发多的人就还是多，头发少的人会压得更少，干鸡掰。好啦，那已经来到西边了，刚才在山下天空还不错，哇，现在这边云有点多，可能深比较深山了。好，等等要换装备了，换衣服吧。好，那我们就用这种方式，可以了。换装完毕。好，紧身的防寒衣，还有耐磨的牛仔裤，然后还有遮那个头发的包。好喽，我们没啥，要不就没啥。我们来到了某某溪的上游，准备要下溪了，只是刚刚被咬人猫咬了，我现在脚超痛的。这是今天要下切的溪谷，有点高。嗨，队友，嗨，火影忍者 ，Let's go！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多高呢？一个石头，没有看出效果。再一个，好，看不到。其实你要踩到的地方之前要先看有没有蛇，如果有的话，看一下这个距离啊，如果不行的话就先把它驱离一下，拿个木棒之类的。其实他们是怕人的，如果你太近的时候，他会做出一个防卫的机制。所以在有一定的距离把它请开一下的话，应该是 OK 的。OK， 那现在等我们队友拿一下手套。对，因为这边杂草太多了，有点怕。记得所在位置已经是一半的山腰了。哇，我这羊角，我们
蛮高的。队友，你没问题吧？大哥有绳子可以抓。你在丢落石给我哎，王八蛋！猪队友遇到猪队友。好啦，那我就先下去喽。Lucky。好，我们从洞穴里面出来了。我蛮佩服一些女生啊，她可以穿着比基尼就这样走进来哦，真的没办法，因为那个草啊会割人啊，很痛。老板，你要带我去哪里？火影忍者。但这个水太强了吧，这比我上礼拜来还多哎，多到靠背，这个不对吧？这个瀑布有那种印度眼帘很强烈的感觉。拉低一点，哇哦，哇哦。上街，接接看，看上面有什么东西。泡在水里，对，就是夏天的一个标准作业流程。就是我觉得骑车之外，你还可以造访这些景点，然后去身体力行去感受到这些大自然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。那当然必须要注意一下就是安全啊，安全再安全。另外就是对我来讲，骑车其实也骑了很久了，跑山压车，然后呢？做重复的事情，在一个年纪之后就会停止。那像我现在还是很喜欢骑车，可是我不喜欢压车，不喜欢跑那种山。相对的，我就会再找另外一个活动来支撑自己的生活。就像现在这样，我可以骑骑林道，小小的压个山，然后再进到溪里面去泡泡水，去感受到台湾很多不同的地方，你可能没去过的地方，它可能不会是个景点，但你已经在造访它了。我们今天的攻击手，他刚才跟我说爬不上去，然后现在是怎样？三妈，你都爬不上去，现在怎样了？干，你可以不要虐我吗？你没有干地可以走，为什么要走湿地？那件柳太大，而且太冰了。他真的不理我，一直去耶。他没有感受到前半的安全。到他去潜水的时候，我就把他丢远一点了。这根也是放着让人家上去的。爬楼梯上去的。哎，对呢。Sasuke 那边很深的感觉。可以耶，可以爬上去耶。傻子在爬水多的地方，冷死了。敬爱大自然，敬畏大自然。哎，这超可怕的，好不好？随时注意路况，保持警戒，敬畏的山神，保持平安。现在进到了落石区，要快点拍拍，要赶快撤走，有点危险。对，好可怕。
南部。看那边就有住宅，应该是可以上得去。我又在骗人了。一个踩着另外一个背就上去啊，然后另外在上面那样把它折上来。啊，这样好像要三个人。这样三个人。不要，好可怕、啊！你有三个人不行、啊。这是传说中留给我们的绳子。上得去下不来。好上得去下不来。休息，抽烟，放烟。来了又来了。我本来呢是想要在瀑布下面。我看到这个这么滚哦，有点沸腾啊，不太行。什么饮料最好喝？冰过的饮料最好喝。自助维恩咖啡，没有赞助播出。好，那今天朔溪大概就是到这一趴了，水变大了。这个月滚越大，还是我幻觉？变大了，都变大了。我记得我可以从旁边拍过去，就是。因为现在是第一人称视野的画面，我确认一下有没有开机。有。好，那现在要用第一人称视野，然后到瀑布下面的那种感觉，因为水有点变大了，所以不宜在这里久留太久。第一人称视野。现在人家这里卖肉啊，啊，换完衣服了，舒服，舒服，舒服。好，就是迈入中老年的生活。就是骑车一样骑，然后衔接着朔溪散餐，就是老人家的生活，两个都兼具这样。OK， 我们要回家了。刚刚半路发现了新大陆，也就是阿豆啊他们有可能来到这里，可是这里有点硬呢，怎么可能啊？对啊，他们过来也看不到下面啊，从下面看不到啊。至于这边要怎么下去，而且地图上面没有这个东西，
哦，大，好大。